给你们看两只天花板级别的香槟色泰迪，这两只呢一上新就被客户订走了，这只呢落户上海了，这只呢落户北京了，颜值是一个比一个高，尤其是这只哈，小脸长得超级超级甜，是的，小脸圆嘟嘟的，你看它的眼睛又圆又黑是吧？是的，还在吐着小舌头，鼻头也特别黑哈。是的，再来给你们看一下体型，来看一下。天哪，这体型这也太小了吧？只有一丢丢大哈。是的，毛量也特别好。是的，再来看一下小脸儿。太可爱了，还在卖萌。它真的长得像一只假的玩具熊哈。是的，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只。哇，这个也可爱。这只呢比刚刚那一只稍微大了一点哈，但是颜值也特别高，尤其是眼睛也是圆圆的哈。对，这个黑色素超级好。嘴巴也短，来比一下。只有一只哈。你看它的毛量。天哪，这个毛量更爆哈。圆嘟嘟的哈。对，颜色特别均匀。再来看一下小脸儿。太好看了，这只像一只大的玩具熊哈。是的，这两只完全是两个感觉，他们都已经落户新家了，如果你们喜欢还有同款。好嘞，快快去新家幸福去吧宝贝，拜拜啦，拜拜。